炫酷，500架无人机点亮夜南昌，你看了吗？照亮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夜空的天际线。表演当晚，无人机光影秀已成为景，以夜空为幕，500架无人机不断变换灯光图形，飞向夜空，如萤火虫般漫天飞舞，逐渐组成八一大桥、崛起雕塑、滕王阁等南昌特有元素画面。紧接着，我爱江西 VR 加 5G 开启感知新时代 VR 让世界更精彩等元素在无人机的不断变换中逐渐呈现，为城市增添一道亮丽的夜景，充分彰显新时代南昌的城市风采。此次无人机表演是江西目前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编队表演，每次飞行时长约10分钟，为南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，为世界 VR 产业大会增添了炫酷科技元素，把夜南昌点缀得更加美丽。